Style Master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策。现在我要冲煮的这款咖啡豆，它是我心目中最柔软的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我比赛的时候就是用巴拿马的 Geisha 拿到世界冠军。虽然这几年很多人在寻找风味上面可以凌驾巴拿马 Geisha 的新品种，但是对我来说，它在我心目中是完全不可取代的。我很喜欢它的强烈的花果调性，然后非常清爽的口腔触感。对我来说，这款咖啡喝起来就像一杯温热的果汁一样。那我刚刚有说到巴拿马 Geisha， 它的口腔触感是比较清爽的，可是在我的冲煮系统之下，我会尽量去提升它的甜感跟饱满度，去平衡它的酸度，所以我的研磨稍微会比较细一点，精致砂糖般的粗细度。然后我们使用的水温会高，我们用90度的水来进行冲煮。为什么要用高一点的水温呢？因为它的焙度是极浅，用高一点点的水温可以提升它的甜度。Geisha 的品种风味通常带有柑橘调性，闻起来像花茶一样。在喝这样子非常高品质的咖啡的时候，我会慢慢喝去感受它的温度变化。你会发现在高中低温的时候，它的风味会不断的转化，这个是咖啡的层次感。那只有在很好的豆子上面，我们才会这样做。我觉得今年已经够忙了。今年我们开了机场店，然后开了台中店，所以我们在前半年是把疫情缓和的几个计划全部都在今年上半年执行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下半年，23年的下半年，我们会尽量去稳定两间店的营运，这个是我最重要的目标。热腾腾全新开幕的机场跟台中，实际上是有两个新的 VWI 支线，第一个叫做 Coffee House， 第二个叫做 Coffee Bar。我们未来会在空间的调性上面去定义这一间 VWI 它属于 Coffee House 的系列或者是 Coffee Bar 的系列，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全新的尝试。然后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不同支线品牌去更加明确的定义 VWI 的不同调性。台中店是一个很可爱的小透天，它是一个一二楼的空间哦，所以我们这一次在设计这个台中店的时候，我们把很多以前的复兴店的元素又重新把它导入到这个新的空间里面，所以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就是这样子，有一点点向自己致敬的感觉。所以客人我觉得走进这个空间的时候，他们也会感受到哇，就是这个是一个好让人怀念的感觉，就是一二楼的空间。那 Coffee Bar 那边的话，我们是期待就是很多来自国外的客人，他们也可以在就是非常便利的环境享受到 VWI 的咖啡。